这位来自香港的彭先生，感谢医疗团队主动你的救命恩情。多谢医生，他们对我做那个2018年12月，本身甲亲人来到台中的奥利铁马车道骑车，煞无小心摔着伤，头壳着重伤。被送到宏源病院时，因为脑部出血陷入昏迷，情况是足危险的。送到医院的急诊室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呈现重度昏迷的状况哦。那时候在这个左侧的脑部那边有大量的因为外伤造成的出血。当天我们有帮他做了紧急的手术哦。经过医疗团队的救治，本身在宏源病院待十天，那保住伊的生命，等伊到香港了后，经过长时间的复健，如今脚手也会当活动，记忆甲语言也豆豆啊恢复，即马也已经会当工作啊。说话还没有太流利的，但是他在台湾回香港，基本上我准备了那些轮椅啊，他没有用过，他恢复得很快。本身甲亲人特别飞来台湾，去到病院，甲医护人员说多谢，因学到台湾那医术一流，我那是一个充满感情的所在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